是什么让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决定下半辈子留在江苏宜兴生活？大家好，我是宜兴演媳妇娜塔莎，今天带大家来到我们宜兴珠海国家四 A 级景区。哇，这里的空气好清香啊！这么美的景色，怎么能少了美食呢？珠海玩累了，可以住在对面山上的民宿，顺便尝尝宜兴家常菜的味道。江左在唐代以后就是江南的意思，而宜兴绝对是江南地区的一颗明星。宜兴因为自然环境好，森林覆盖面积大，所以食材非常新鲜，因此在宜兴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就行。选取宜兴当地的河虾，个头虽然不大，但是味道比海虾更鲜甜。宜兴土菜，以前宜兴人过年的时候一定会吃这个菜啊，把家里所有的菜做成一锅，让味蕾得到充分满足。板栗烧鸡是我们宜兴的一道名菜，宜兴的板栗不光可以生吃，做菜的时候非常提鲜。鲜肉微笋，选取当季鲜笋，配上家常鲜肉，这道菜尝过舌尖上的中国，你们来宜兴别错过。第一道菜，第一生存在自然环境好的地方，大城市也很难见到，就菜啊，老公，你多吃一点。五方草头粘着糯米，这种清香你千万不能错过。快来宜兴尝尝这些菜呗，我这个外国人都舍不得做。